这是一个三房两卫，它都是带家具的，很漂亮哦。进门这边是厨房，你看到餐桌这些东西都是有的，就是没有一些餐具是没有的。这是他们的你们共用的客厅，然后洗衣机、烘干机。这是左手边的一个卧室，都是统一朝向，很亮。卧室里的配置都是有电视机的，然后他做了一些叠饭，都有桌子、空调。然后卧室的外面，这是外面一个洗手间，是淋浴的。我们在14楼。第二个次卧，标配都是一样的，有床啊，电视机。这是一个主卧，主卧是一个小转角，都有写字台。主卧里面的洗手间也是淋浴的，很新的一栋楼，才刚建完1年。